實由細到大都係好中意做玄學家嘅。當年我喺個電視度睇到宋兆光老師嘅時間咧，我就同自己講：我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喺電視度講十二生肖就好啦。所以我係朝住呢個目標出發嘅。我成日都講笑咁講同訪問，我話如果盲同埋啞咧，我寧願揀盲嘅，因為要講嘢，因為我係好中意同人交流。咁至於你話演員，其實我知道我係不足嘅，因為咩叫聲色藝俱全啫？譬如阿蛇咁，佢生得靚女，演技好，即係要好多個條件符合到先至得。咁天生嘅條件就已經係 handicap 啦。本身喂矮肥，最多你講嘢叻，咁你咪做主持，有得做主持已經好叻啦。咁所以你話要一個演員，你嗰個框架已經係框死咗。你能夠做可能做人哋阿媽啊，即係嗰啲綠葉角色。咁所以其實玩一下就已經係最好。我中意自己嘅專業嘅，我即係譬如你問我核心嘅業務，我仍然係覺得算命啦、同人溝通啦、睇風水啦、做一啲關於中國傳統文化嘅傳播啦，呢啲我係好中意嘅。但係一個人你成日框咗喺呢個位度，我都解釋過點解我咁中意演戲，但係因為作為一個師傅是必定會離地的，因為你永遠高高在上，人家會抬頭才望到你。當你永遠去到那個位置的時間，其實你是有一些個位置是很崇高的了，你不會跟人有一種很平衡的關係。唯一當你是有同事的時候，譬如拍劇啦或者演舞台劇啦，你才會明白到那個地位是一樣的時間，那你就沒那麼離地，因為導演會告訴你，這裡做不到再做一次。那我覺得都是一個學習來的，咁我會覺得開心啲，同埋你會有一堆人喺度咯，就唔係成日你自己單打獨鬥咯。嗱，人生一定有起落嘅，我永遠都覺得冇可能一帆風順。其實你淨係話睇翻97嘅金融風暴，2000年嘅科網股嘅爆破，2003年嘅沙士，作為一個即經歷呢個年代嘅人，其實個個浪都過到嘅都已經幾叻噶啦，都係啲新患者，有啲人97輸咗一陣，到後來嘅而家嘅 Covid 亦都有人捱唔到，永遠都有嘅。咁你話係咪咁悲觀？好多人最近都問過我，就係話喂，香港係咪行完運噶啦？係咪冇噶啦？我覺得唔會嘅，只不過係每一代人可能嗰個感覺唔同。當然你話而家我個個不上，我哋所有作為玄學家，我哋都會覺得係一個應驗咗呢個九運，因為九運大家都要往自己出生地嘅北邊走先至為之好，因為九運咧北邊呢個星係要喐啊嘛。但我又覺得唔係啊，香港島仍然係北邊見水啊。我哋只不過係有一個新嘅景象，任何嘢一路都話啦，有危有機，有危有機。好多時好嘅事就雞犬升天嘅，即係啊個市好，樣樣好，你就算可能實力唔係好夠，你都能夠生存到。但係到個市唔好嘅時間咧，就有少少太弱流強啦。所以譬如你話哦食肆，就係真係要好好食，先大家仍然會係去幫襯。而家要平靚正，換句話說，先至會能夠做得到。咁呢一個時間都係一個考驗同埋反思，即係將自己充值，加強自己嘅實力，再去落翻個戰場度。咁我又覺得唔係咁悲觀嘅。